一边那罗海呀，一边那罗那罗，一边轻轻，一边轰轰。嘎水呀，伊都阿拉哇，伊嘎水呀，伊都阿拉哇。哈祖阿伊阿拉哇，努阿哇，西那达乌，一边轻轻，一边轰轰。一边嘿嘿那罗海呀。拉登爱都打都跟，拉登爱都打都跟。哈做啊啊跟跟嘛，那打乌鸡那的人，是别哼哼，是别哄哄。是别那罗海呀，是别那罗那罗，是别哼哼，是别哄哄。上一个我们踩过，说的。我是来自花莲瑞穗菊梅，我的原住民的名字长大，这是阿妈的名字。我们原住民就是祖先的名字，意思是说不要忘记祖先了。不，我们的部落是一个很小很小的那个部落，可是在哪一个地方的部落来说，是我们的部落是一个模范部落，很团结了那边的那个原住民。我们是平地原住民，我们是种的是花生啦，稻子啊，花生卖出去就有钱啦，没有卖出去就没钱啦，又没地方赚钱，那个时代就是这样。有看到吗？是什么东西？这个山松树。这个你要砍的时候要看好哦，如果你砍的太下面了，太上面了哈，没有肉，没有那个笋。好，今天边播哈，给你们看。终于被你砍到了，你说不好砍。刚才那个是要准备结果。那我们现在知道它哪边可以吃到的。嘿，现在我们拿最简单的，很难的，我们没有办法，因为这个不是很深山。嗯嗯。我们原住民到山上一把翻刀就可以。但是我教他们还不会。嗯。他们今天有教学会，可能会了啦。这个。哦，软了，再超过了。那个可以再切，起来很简单哦。很嫩的，有没有？我知道啊，接下去啃。尝一尝，整个吗？说，不会啊。你看这个棕树除了生吃以外，还有什么其他做法？它的用途还有哦，等一下我弄给你们看。其他的女人不会做，只有我这个阿嬷。它是整桶的。这个。这样。嗯，这个就可以绑用东西，要用的东西。这个就是可以编那个东西都可以用的，这个东西它不是只有吃，老人家做篮子也有用到这个、就是、这个对。马上。这个用处很多哈，然后就在山上有这样弄起火啊，起火这个不要。
就可以这样做扫把。对，扫地。扫你目前你要睡觉的地方。还有呢，人家那个花篮不是有吗？花篮，嗯，花篮也是用这个哈。后面的吗？对，大片那个底。对，那个后面那个就是用这个插花用的。嗯，这个是什么的吗？扫把。衣服。没有，对。做那个衣服，对，那个叫什么？纺织衣，对，就是这个，对，就农那个以前的，嘿，对，蓑衣嘿，然后还是一样可以做扫把，对对，啊，以前老人家没有，以前吼没有塑胶的刷子，嗯，都用这个，都用这个，嗯，所以说哦，它的用处真的很多呢，秃头可以做假发呢，做假发不可能太粗了啦。以前我是因为我家不是很富有的家庭，啊，我爸爸就在秀姑峦去店里把那个鱼虾子卖到瑞穗。嗯。说我爸爸很累，店里很累，我爸爸就叫我拿到瑞穗去卖。我一面跑，一面走，要不然怕那个虾子会死掉啊，要不然会做掉那个。不买呀、啊，价钱，嗯，哎呀，价钱就便宜啦，所以我都用跑的，大概我两个小时不到，你看看两个小时，有多远呢、啊？为了姐姐妹妹的学费，你学费还可以，你是不是也要零用钱？对呀、啊，他们也要零用钱啦、啊，爸爸不得不去电影呀、啊。那个时候，那个秀姑峦溪很多人电影，不只是我爸爸。函谷的命不是只有我们了、啊，也是蛮多的。我们是有饭，没有钱，因为我们有水田嘛。嗯。这个时候不是季节哈，所以不会很大。这个季节是在春天。春天来采，这个是芦苇。好，我现在播给你们看哈，这样，说这样很简单。转个圈。哎，有没有这样就好了？这个。哎，你生吃它这个比较涩涩苦苦的。这个很小，因为它不是时候，冬天。我本来是给它弄一把，然后给它照。这个这边剪，来放在这边。嗯，妈妈要弄一把，很漂亮哈。嗯，这是芦苇的什么部位？是心的部位。心，全部抓好，抓好哈。哦，这样，这个这样，哦，有没有看到？这个扎在这里哈，你就把这个抓住，不要再重新绑的了，不漂亮了。所以我说我是真正的农家的孩子。是我要准备嫁人的时候，爸爸就一直抱我，抱我一直哭。我说哎，好，妈妈就说好了，今天是你的婚事啊，不要等一下后上台的时候那个眼睛都肿起来的这样啊。我们那边的请客大部分都是中午了。啊、早上就离开家里嘛，到光复啊，是光复嘛。后来从来没有离开父母亲身边了，就这样一下子就离开父母亲，那个感觉很奇怪哟、哦，一直舍不得离开。那时候我也迷迷糊糊的，我怎么把一下子把他带到台南？我没有一下子都没有想到，哎，我就想到是哎，我终于成家了，我就是这样子。那我当我上班的时候。太太一个人在家，闽南话也不会讲，那东西南北搞不清楚在哪里，一直窝在房间里面。我怕被人家问啦，啊，我们那个楼下的那个太太，她又不会讲国语，她都是跟我讲，太太对呀、啊，她是讲，对呀、啊，讲台语呀、啊。
哦，轮胎那边还有啊。早期我们都用这个锄。哎呀，以前我们都是用木材锄饭锄菜，孩子很可怜呢。还没有天亮，父母亲就叫我们起来煮饭。第一个就是拿这个竹子，这个用那个来起火。现在的孩子连起火怎么起火都不知道。啊，以前还没有那个要回家哦，我们都坐那个公路去啊，还没有那个南回铁路啊。哦。哎呦，好痛苦哦！我抱孩子，那小孩子都不会吃奶了，已经晕车了。小孩子也会晕车嘞，小孩子也不会吃奶，就呵呵这样。想吐啊！啊，一回到家里，哎，你就说。喝那个我底下采的摘好吗？不知道。龙葵菜。把那个煮滚了，你把汤喝一喝，吃的有效呢。你也吃的吗？嗯。另外不用，就这样。那个胸杯，那个断掉下来。Hello。要剥的时候一定要这样剥。早期我们都是这样，没有刀，没有刀子，就用手去折。这样，你这样就放就好了。好。在车子里面。好，阿瑞，你可以放了。来。哎呦，那个汤很多呢，还没有。我们的菜不多。放太多了，你看，菜在这里哈，那个在这里，关系没有了。哎呀，对呀，肥肥自己的叶子，看着。哦，这个太肥了啦。哦，再来，我看到那个番茄叶面，这个会做面。那吃的东西，你觉得在部落跟在这边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不一样的地方是老公是每个月都有薪水可以领，多少生活还是比较好一点嘛。嗯。嗯。但会有什么特别是，就是可能是家乡的或是部落的妈妈的一些食物啊，或是什么的，然后在这边会让你。啊，我们就是这样啊，因为在家里已经有吃过的东西哈，也会怀念嘛。很想吃。像是些什么东西？啊，就是宝鸡上砍啊，是去野外找个野菜这样煮啊。好，我来。阿妹呀。这是阿妹哟。啊。啊，阿妹。这是阿妹哟。阿妹。嗯。这个破掉的树。这个是破布子。哦。嗯。这个也是吧？对对，那个是两个破布子。哎，在我们阿美族里，在那个部落里，它是一个很传统的一个美食，所以一定要有喜酪。喜酪什么叫做喜酪呢？喜酪是猪肉腌过的。早期我们在部落没有冰箱，冰箱对，都是用盐巴腌制的，所以它的名字叫喜酪。那哈、哦、有哈哈，今天那个伊娜煮的是哈哈。哦，没有毒露的，那毒露那个磨子是要被打过的。那这是哈卡呢，然后配那个喜酪是绝配的。我们都过完没打哈？阿哥，阿哥这样哦，阿那哥这样哦，阿那哥。什么样的阿那哥？痛的程度，痛的程度。那个时候，他叫毛氏子。那我们在花莲那个太巴朗光复那边是讲甘玛亚，哎，这是我们小时候的水果。
tamianan. Akape anu iro kami adipatai satan aku ma warayen no miso tanga ai kurakat noniam. Wa maanian. Maral tukuni patatunong no miso to saka kimon no tirang noniam. Uka noniam nanai matsuhu no miso ko. Karana noniam wa mao. Cai kata tulung asari cai noniam iti soanan. Tailang han aku ngangan Yes Kristo aminuli. Amen. Amen. Oh, sepan.好了，对啊。一样的，一样的，那肯定。好了，一起吃了，一起吃了。快你吃了啊！哦，好多，差不多一锅子，小心啊！这个我怕那个菜太油了，所以我没有放很多。你要吃这个入味朝心哦，到尾端你不要全部吃，硬硬的你就丢掉。一定要配点呀，西肉、哈努班扎，点呀，我打，打打，干烧，干嫩。老公，干烧，呜呼，干烧，好美呢呀！把西干烫都西肉，但你不西肉哎。我打过，忘了我的存在。看到我的牙齿红红的，又想坐下，又想干什么了你？怕被人家抢啊！所以越来越脏了。这个不是，你红红很难看到。那个是虎头蜂哎，我刚才都没注意到。那不是虎头蜂。他要准备。喊你一口。马路都卡库阿米里在，山内古拉娃娃。有几马公阿阿罗米索哈那库。有在巴西巴那古廖娃娃，马我都卡古阿米里在，萨奈古廖娃娃。耶，那路哇，那路哇，罗哇呀，有几马古廖娃娃，有里在哈那古。Sakane uhananai lumaku Nga insanai kurawawa Hanilira madiu Ma